首先阴阳偏盛，那么阴阳偏盛是一个总称，实际上是阴化是阳任何一方高于正常水平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把它拆开分开来讲，阴偏盛或是阳偏盛。什么叫阳偏盛呢？画个直方图。那上次我们讲这样画法是阴阳平衡，上下两条虚线是消长范围。好，假如现在阳多了，超出了消长范围，这就是阳偏盛。那么阳多了，阳的特征是什么呢？阳的特征很多，但是最典型的最容易把握一个字，热。是吧，你看夏天阳光很猛，感觉就是热。所以我们看看阳盛，书本的定义是阳邪偏盛，大概是这样。比如说我正常阴阳平衡体质，现在感受，实际上这个是多出来的，不是我体内本来的，现在感受了阳邪或是体内某种原因导致产生了阳热过多，这部分多了出来，一多了出来就是热。还有你注意，中医经常讲虚实，虚实其实很容易的，多了就实，少了就虚。你是由于多导致的热，所以叫实。所以有四个字概括：阳盛则热，实热症。好了，你说阳盛则热的实热症应该有什么表现呢？我不说，你们说。推吧，应该什么表现？口干。为什么口干？用阴阳学说来解。那你注意啊，那阳是无形的，阴是有形的，阴代表物质，而物质之中最有阴的特征其实是水分。那你这个等于说阳多了，阴阳对立之约，阳多了阴就少，口干。你既然阴少了口干，那水分减少了，除了口干还什么表现？小便黄，再加一个字，赤跟黄差不多，只是颜色深浅，再深一点，短，少了嘛。还有大便，大便干。那你注意哦，你这几个字实际上是注解了后面那个阳盛则阴病，阳多了损伤阴。但阳多本身的表现还没出来，发热了，阳盛则热，发热。当你说是不是阳盛都发热？那不见得，他说有的表现为怕热，怕热用这个字眼，恶热、烦躁可以，已经不过这个牵涉到脏腑了。我们现在先不跟脏腑挂钩，只是普遍性的。面色，面红，一有热，血管充盈，面红。舌你注意，一般看是分两部分，一个是舌体，肌肉组织，一个舌面的舌苔。舌的颜色跟面色基本上是一样的。舌红，苔没血。胎黄，你说为什么胎黄呢？我不做解释，留给中诊的解释。为什么我这里不解，留给中诊呢？实际上是中医上完了就中诊，中诊的重点是解释症状或是症候，中医着重是说理。我的说理要借助症候来说明我道理的正确，所以我们会经常引用中诊的东西，把它呈现出来，而印证阳盛则热，或是阳盛则阴病。但是中诊的老师很怕我们讲的太多，因为我们都讲了，他讲完了，他没东西讲了，所以经常就交代我们
把握好分寸，说留点给他们讲。卖，硕什么意思？快，为什么跳得快呢？一般是这样，假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，体温增加一度，脉率增加15次左右。所以假如有发热，脉速是比较明显的。但你说假如没发热，它只是一般误热，这可能只是略略偏快，不见得很快，所以这个可能要把握好。那这是阳盛则热实热症的基本表现。你注意，我现在没跟脏腑结合。那假如说我们说肺热，你可能就加上肺的特征性症候；你假如说胃火，加上胃的特征性症候。但这一组是共用的，但是要注意，就是这个症状，面红。面红是理论上的。我为什么说理论上呢？应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合，广东打点折。广东你看哪个人平时面红？就算他发热，恐怕也未必红得起来。所以这个要注意，太黄了。你看北方的同学来广东，一开始是绯红粉白的，你过5年你看看。但是注意，这个舌头比较准，舌头骗不了人。本来撇开广东因素也是舌头准，为什么你面部有皮肤，舌头没皮肤，只有层黏膜，所以假如要变红它更敏感。还有更麻烦的，女孩子经常来看病是化妆的。我看不见你本来的颜色，你总不能把妆化到舌头上。其实还是有，舌头有时候给你，比如说很多女的来看病，很喜欢把那个舌苔刮干净，我就要看你的舌苔啊，你把它刮了，至少那个参照系是少了。好，这是阴阳偏盛，下来阴阳偏盛的第二个阴偏盛，那反推了。阴偏盛就是阴邪偏盛，阴多了，阴的特征是寒，多了是实，是阴盛则寒的实寒症。好，实寒症的表现，怕冷。怕冷有两种表达，一个叫恶寒，一个叫畏寒。你说恶跟畏都是怕，有区别的？有，还是刘备中正，只告诉你有冷感。另外一个，有时候这个寒的感觉不见得是全身的，它可以是局部的。比如说我就是腹部怕冷，就是四肢冷，说它可以是局部冷感。面色，一般的表达是白其实真还不见得。你看它一受寒，血管一收缩，一开始是白，再发展呢青，可以清哦，再发展紫，因为你血液循环不行，慢慢就变瘀了，所以一般情况下是白，假如到了青紫，应该是寒得很厉害。舌淡，淡的意思是偏白，指的是舌体啊，舌淡苔白，那个厚薄那个先别管。因为厚薄它判断的是邪气的轻重，邪气越重胎越厚，邪气 越少胎越薄，这个里面也是中等的。然后脉象，实就是慢，是吧？你看冬天河水假如到0度它就结冰，你没到0度恐怕它的运行也会慢一点。池，人的血一样，你说什么叫池，什么叫数？一般人的正常脉率大概72次左右，假如少，每分钟少于60次应该是池，每分钟多于90次是数
好了，阴盛则阳病，阴阳对立之曰，阴多了就损伤阳。阳受损是什么表现呢？你看阳是阳多就代表热能多，阳多就热能，阳少了热能少，它还是怕冷。但是这里就出来一个问题，阳代表功能，功能减退了，它的代谢就会减退，代谢一减退，最明显对水液代谢部分，它就化不了水液，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？你不用那么麻烦，什么小便清长，就一句话概括，分泌物、排泄物清晰，不管什么分泌物、排泄物，那比如说感冒的时候流清涕，咳嗽痰白，呕吐清晰，小便清长，大便拉出来水样的，你只要是这一类的东西基本上算好。那这是阴盛则寒的实寒。好，再往下了，我阴阳偏衰，阴阳偏衰就是阴化是阳任何一方低于正常水平。好了，刚好这里可以借助的，我就先讲阳虚。阳虚则寒，虚寒。好，你说怎么区别？那假如这个模式是阴盛，它是阴多了，寒的特征显出来。啊，现在什么是阳虚呢？是这种模式。那阳少了，阴显得多了，不是阴真正多。比如说我个子不高，旁边站一个更矮的，把我显高了。阴的特征显出来是寒，其实你倒过来，阳少了，热能不够，还是寒。但是导致这个寒的根本原因是少了，所以叫虚寒。好，那你说虚寒、实寒都是寒，怎么区别呢？其实不难。实寒是只有寒，虚寒多了一个虚，所以这里把这个症状去掉。为什么去掉这个中诊吧？其实胃寒经常是里寒虚寒，但是你说光是这个，还不容易分辨，可以分辨在哪里呢？寒象大家一样的，这组也一样。你这里来一个脉迟无力，无力是虚，但是你说麻烦了、啊、我还没学脉象，就算学了我也不见得很有把握有力无力。其实有一个更容易判断的虚，比如说你经常你说自己虚是什么感觉呢？你感觉好像是能量不够的那种感觉，比如说容易疲倦乏力精神不振，就那种感觉。所以这里加上神疲乏力少气懒言，那换句话来讲，它就是寒象加虚象，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无力，再加上寒象。你说假如我还是分辨不出来，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病程长短。比如说我平时是正常的，我这两天突然感冒了，觉得怕冷，那是阴盛则寒的时寒。或是我平时正常，我今天吃错东西了，一下肚子很疼冷痛，阴盛则寒，实寒。但假如不是，我一贯性怕冷，冬天人穿一件毛衣，我要穿三件，那就是阳虚。虚的都是病程长的，实的一般病程比较多。初学者你用这个来判别更容易一点，虚热的推导相对难一点，因为虚热它也是热。你说刚才那种发热面红啊舌红啊对不对呢？对，但是可能要加一些限定。你看你虚热，你这个热量就不可能高到哪里去，所以假如有发热，
一般是低热，比如说你量体温可能就37度二、37度3，高不了。但是你别以为这种病好治，这种病比高热还麻烦。这高热感染性的多，病因容易搞，实症多。你的低热，低热中医还好，你比如说你老是37度2、3，中医说阴虚，西医就麻烦。他经常不见，比如说像甲亢可以的，像结核病这种也见得到，但是大部分的低热并不是见于甲亢跟结核病，而是西医叫做功能性发热。所谓功能性发热，实际上就是找不到原因。入院的时候发热原因待查，出院的时候发热原因未明。第二个是五心烦热，五心，两个手心，两个脚心，加上心胸，叫做五心烦热。有的人经常有感觉，比如说两个手心发热，其实五心烦热是不见得五心具备，你可以两个手心加心胸也算。你说全部五个心一起来不多，你作为五心烦热实际上并不体温不高的，你看这是 自我感觉来的，体温并不高。还有一种是潮热，潮热什么意思？望文生义，这个潮什么意思？阴虚是水液体不够，怎么是湿热呢？湿热是水多了，这个潮什么意思？潮水，潮水什么特征？是胀络有时，潮热就是胀络，就怎么讲呢？定时发热，或是定时热盛。比如说我每天早上都正常的，一到下午就有点低烧，一到了下半夜又没了，第二天下午又来了，定时发热。而且正潮热往往是低热类的，你注意啊，潮热不见得一定是阴虚，有很多种原因，但是阴虚是最常见的一种，但是它应该有个前提，低热类的。你说为什么潮热？现在讲早了一点，我们学到气血内脏再来展开吧，然后跟着面色应该怎么样，颧骨颧红，或者跟这个一致潮红，所以它要到了时间它才红，或者到了时间面部有一种烘热感，所以一到下午可能面部烘热感就出来了。舌还是红，但是苔不同，少苔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提到一下，邪气越重苔越厚，那你这个阴虚是没邪气的，所以苔不多，少苔，或者是少津。阴是阴液，液体少了当然就少津。再往下脉怎么样？脉是竖，这也是基调。为什么细什么意思呢？你们说什么叫细？什么叫小？其实有点像什么，比如说正常脉管这么宽的，你现在变窄了，脉细如线，摸上去脉管变窄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血里面除了红血球白血球还有水分，那你现在阴少了等于水分少了，充盈度不好，所以脉细，细跟数加在一起，这个是指的是快慢，这个指的是脉的形状。好了，还有什么症状呢？别忘了阴虚是阴液少了，阴液的基本症状就刚才的几个，口干，小便黄，大便干。小便短，大便干。你说这个不跟湿热差不多吗？是差不多，
但实际上可以分得出来，这个就变成鉴别诊断问题。前面这一组好分，就这一组，那你比如说实热症也就那么三几天，这里发热的时候来个大便干结，那是实热的。但假如这个不是习惯性便秘，这你一向就是大便很干燥的，那不用讲了，阴虚。你说我大便干燥，我没有这组啊，这组是很典型的，那你这个是定位很狭窄，大肠阴虚，只是在肠道水分不够，大便干结。